좀 던디엄 곰보원 자고라야라 장사 로 건거로 주듬이 정자니 다남다라서 진예 동거 주장수시 이지에다 가라라왕 도는 마루문 돈 등와라 제사비 도소건 라버지 다제야라 두제야다 루드라제 도뇨 모뇨 로리제 자도 돈자 마르마세 등어람 예가 전예 존자라자 돈에다자 삽진 다소연들 리조제제도 숙자주단 전예 연제 담로마 에올란드 오마라바자나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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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然后讲课之前呢，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简单的再说一遍，菩提心就是两个决心，下决心。一个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要利益众生，就是下这个决心。利益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就是有点高啊。我们从现在开始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让他们解脱成佛，一个这样子的利益众生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上就帮助一点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一点。这个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目标菩提心的目标还要更加的要高一些我从现在起我要利益众生下决心，下定决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首先我要自己要成佛我要成佛。如果我自己没有成佛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利益众生所以我要成佛。这样子，这是第二个决心，这个就叫做菩提心。然后呢，有了这个菩提心以后那就是从今以后呢，我们为了一切众生为了一切众生成佛，为了成佛学习修行，包括这个烧香拜佛这些都是大乘佛法。从此以后，只要有这个菩提心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成为这个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这个往这个菩提心上面呢，我们真的要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菩提心。今天我们听课之前呢，大家也就要下决心我要一定要为了一切众生成佛，为了成佛我今天听这个课，就是这样子这是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课那今天的课呢，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见解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见解。昨天我们讲的是佛教里面的最最最底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些佛教的最基础的见解，也就是我们见性因果不虚。然后今天讲的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这个
内容。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不一定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目前不一定用得上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提前学习，然后学习好了以后呢，到时候就可以用。然后佛教的这些修心就是有这个次第，这次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些修心的次第分得非常的清楚。就像我们像小学的课程、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一样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修什么然后再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再下一步应该修什么，这些都分得非常的清楚的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四加心、五加心外加心、内加心，然后潜心、真心这些分得非常的清楚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修心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因为有了这个次第以后就比较容易。那么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从最基础开始，一步一步的修然后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稍微高一点的，也可以的，提前学习，但是修，现在不一定，我们不一定适合修这些。那我们比如说在新加坡也有很多很多的藏传佛教的这个佛教的中心也有很多汉传佛教的佛教中心，南传佛教的都有。不管是南传的、汉传的、藏传的这些都是佛教都是佛教，所有都是佛教那么佛教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显宗的、密宗的南传的、藏传的，内容上呢有一些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大多数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基本上都是一样那么基本上一样的话，主要是哪方面是一样呢？就是所有的佛教的这个修心修持这个方面都可以归纳三个字，三个字就是戒定慧戒定慧收戒戒律非常的重要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律，居士的五戒然后呢，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戒律、出家戒律，然后菩萨戒、密乘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呢，基本上就没有出家和在家的区别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要受戒我们学佛的时候呢，要受至少受一条、两条、三条这样子，比较自己比较能够有把握的这些戒要受戒，然后受了戒以后在这个戒的基础上去修心打坐，这个是不能没有的一定要打坐，一定要修心。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中心也好南传佛教的中心也好，任何一个佛教的中心，没有文思修或者是寺庙也是一样寺庙里面呢，如果出家人没有文思修然后呢，每一个寺庙都有很多的这些佛教的信徒然后呢，他也不能指导给这个信徒的这个修心的路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这个寺庙还有这样子的中心，确实是没有太大太大的这个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大家都学人天佛教的话，那就昨天我们也讲过了，不需要学很多，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很复杂的事情这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要修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法，或者是南传佛教这样子的法的话，那就必须得要就需要
下一点功夫啊，首先是收结，然后就是禅钉啊，禅钉我们啊，这个任何一个佛教的中心啊，必须要有这三个佛教徒由直上啊收一条两条三条这样子的结啊，收结其实是不是很难啊，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戒律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我们如果这些比较有难度的这些戒律没办法守的话，那也可以不守啊，可以受一些简单的啊，能够自己能够做能做到的啊，这样子的戒律，收戒律，然后收完了以后呢，我们开始打坐修心，这是顶啊，然后最后就是悔，悔就是正悟啊，大坐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目的就是正悟，如果不正悟的话啊，不正悟的话，那我们打很多很多的坐，然后就是啊，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一天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心非常非常平静，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啊，这也没有太大意义，也不能解脱啊，必须要有智慧，最后必须要有智慧。大坐修心的结果就是智慧啊，那智慧是什么呢？证悟空心的智慧啊，智慧就是证悟空心的智慧。就这三个啊，我们不管是大一点的寺庙，或者是小的寺庙啊，或者是说大一点的这个佛教的中心，小一点的都没关系，只要有这三个啊，这个佛教的中心啊里面呢，每一个这个学员，每一个会员啊，都有收戒，都有禅定，都有智慧啊。智慧呢，可能目前还不一定有这个通过修心的证悟的智慧，但是呢，智慧就有三种不同的智慧啊。一个是闻所得的智慧啊，就是我们听闻佛法所获得的智慧，叫做闻智慧。然后第二叫做这个思所得智慧啊，就是通过思考啊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啊，这是第二种智慧。然后第三就是修所得智慧啊，通过修行所得到的智慧啊，通过修行所得到的智慧是最好的、最高等的啊。这就是真悟啊，但是这个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啊，这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啊，最后就可以真悟。但是在这个之前啊，必须要有闻所得的智慧、思所得的智慧，这两个智慧是一定要有的啊。那只要我们每一个学员、每一个佛教徒都有啊，这个是结、丁、回啊，这三个都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佛教中心也好啊，这个寺庙也好，无论是规模大小，都已经非常非常有意义了啊，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的啊这个寺庙或者是佛教的中心的信徒会员啊，既没有这个收结，也没有禅定，更没有智慧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啊，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是我们修这个人天佛教啊，那就否则的话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大家啊，就我们这一次啊，有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机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么好的这个人生，然后呢，虽然大家的工作压力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压力啊都很大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时间啊是可以自己安排的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我们过去也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们到现在啊，都还没有解脱，也还没有什么修行的证悟，没有什么精解。如果我们这一次也不修心这样子的话，下一世也不会有啊。
也不会有这个也有这个任何的修心的这个精进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轮回是无始无终的啊，永远都是一个恶心的循环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一次呢啊，就大家一定要这个啊，抓住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啊，我们就是往这个戒定慧啊方面啊努力啊，在这个戒定慧啊上面啊下功夫，这个叫做学佛啊。学佛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啊这三个戒定慧啊上面就下了一定的功夫啊，花了一点时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比如说学佛一年两年三年啊，每一年都一定会有收获，而且这个收获进步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啊，一定会觉得哦，去年跟我今年有这样子的进步啊，去年我是这样子，今年呢我去年的很多东西啊，今年啊就已经这个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这些这些啊不好的这些执着啊，我今年就是减少啊，减少了啊，或者是我去年啊根本就想不通的事情，嗯，通过一年的这个学习啊，今年我想通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进步啊，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十年八年啊，就是烧香拜佛，然后就是啊，没有什么这个进步啊，这样子的话非常遗憾的，所以大家要这个戒定慧啊上面下功夫，嗯，然后呢戒定慧的这个定和慧啊，尤其是这个定啊，那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前提的条件有几个条件啊，定就是修心修禅定啊，修禅定，那么禅定之前啊，我们需要学习啊，学习需要闻啊，需要去听闻佛法啊。如果不听的话啊，那我们自己去看书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明白啊。所以必须要去听。然后听了以后呢啊，就是光是听一下啊，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啊。所以就是要去思考。啊，这叫做思、闻、思、修啊，这三个闻、思、修，这三个是不能脱节、不能脱离的啊，不会有这个没有思和闻的修啊。如果有，那这个就叫做盲修瞎练啊。这个盲修瞎练，最后就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走火入魔啊。所以盲修瞎练是不对的啊。所以必须要啊，在这个之前啊，打坐修心之前，必须要有闻和思，然后呢，也不能有啊没有修心的这个闻和思啊，没有修心的闻和思，如果不修行啊，不修行啊，那么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思考了很多很多啊，我们学到了一些知识啊，学到了一些知识。从佛教的这个知识的角度讲啊，比以前更加的丰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了，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修的话啊，在生活上啊，面对啊烦恼的时候啊，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然后这么一大堆的理论根本就用不上的啊，用不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方法跟我们从来没有学佛的人是一样的啊，没有学佛的人就是遇到这个生老病死的时候有什么痛苦，有什么样的打击啊，然后我们没有修行的人也一样的有啊，一样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烦恼啊，就会一样的啊，一样的这个折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啊，这个闻思修三个是不能脱节的啊。我们的学佛的方法确实是有一点问题啊。大家我们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分啊，学佛的人以后我们就分两种人啊，分两种人。
一种人呢，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先暂时还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感兴趣学太多的东西，然后有收集、有禅定，然后有智慧，这些暂时不考虑只是考虑就是这个暂时的比如说解决一些自己的心理的一些压力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下意识为了在此的这个做人就来这个享受人天福报没有其他想法的，就这样子的一种人那么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方法，就叫做人天佛教，非常的容易，非常的简单那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的话，那就是真正的这个想解脱的人那么解脱的人，这个的要求就是稍微比较高一点这种人的话，那就必须要有戒定慧就是在戒定慧这三个方面呢要下这个功夫然后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寺庙每一个这个佛教的中心也要考虑我们这个中心的会员怎么样让他们受戒怎么样让他们修禅定怎么样让他们拥有这个智慧这个寺庙也要这样考虑这三个，然后呢，佛教的中心也要考虑这三个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暂时的不没有这个像没有像修这么深入的法那这样子就可以修这个人天福报应该我们以后就分两种人这样子。另外这个想修解脱的人那就稍微自己也要稍微用功然后呢，我们的寺庙和这个佛教中心也要考虑然后呢，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那哪个寺庙有这个戒定慧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寺庙哪一个佛教的中心有戒定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佛教中心学习然后如果哪一个是寺庙没有戒定慧哪个佛教中心没有戒定慧，那我们可以考虑像暂时就可以不在这里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戒定慧就是提供不了我需要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们的学佛上的这个要求这样子的话，这个去不去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也要这个自己也要有选择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戒定慧三个当中的这个慧最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虽然是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修法但是最后这个所有的这些大乘佛法包括这个密法还有这个仙宗所有的大乘佛教他们的这个修心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修心的要点重点可以归纳为两个可以归纳为两个。那么两个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万法归一归一就是这个万法是什么？万法就是万事万物我们今天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接触到的还有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想到的，这所有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叫做万法。万法然后万法归一万法、万事、万物，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它的来源，或者是它的源头是什么？只有一个所以呢，万法归一只有一个
那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心啊。什么叫做心啊？不是大脑啊，也不是心脏啊，不是大脑，不是心脏。嗯，大脑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工具啊，一种工具。比如说一个人啊，通过一个计算机啊，做某一件事情。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啊，这个人操作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人，就是好比是我们的意识啊。然后这个计算机呢，就好比是我们的大脑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意识啊，平时佛教里面就叫做心啊，心不是大脑啊，也不是心脏啊，心它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物质啊。佛教里面都叫做物质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词汇词典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外界的东西叫做物质啊，物质啊，很多时候是外界的这个叫做外界的啊，这个世界叫做物质。嗯，啊，但是佛教里面呢，这都叫做物质，物质是外界的这个物质，还有内在的精神，它也是啊一种物质，两个都是物质。嗯，那么万法万事万物它的这个来源啊，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也就是我们的心啊，这个心啊，就是我们的八识啊，全部的宗乘啊，我们讲的万法归一啊，一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也不仅仅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这里我们讲的心就是我们的八识啊，从眼、耳、鼻、舌、身，最后到阿赖耶识的全部的宗乘，宗乘啊。外面的世界是我们的内心啊创造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不是讲这个西方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呢？不是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跟这个唯心主义啊不一样，佛教它既不是唯心主义啊，也不是唯物主义，唯心唯物它都不是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啊，首先啊，我们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啊，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是我们的心啊创造出来的啊。首先我们啊看看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讲。好，大家啊看这个屏幕上的几句话啊。那这个是大乘佛教的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部佛经，叫做楞伽经。嗯，大乘入楞伽经啊，这个佛经里面的几句话。嗯，首先我们啊看看这个佛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啊，然后呢我们再啊讲一下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佛经里面的这句话啊。首先这个楞伽经啊里面讲譬如镜中想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照镜子啊，镜子里面呢看到了人啊，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等等的这个形象啊的时候，虽见而非有啊，虽然是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镜子里面呢有人啊，有建筑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啊，虽然看得到啊，可以看得到啊，跟我们的现实的东西是一样的，嗯，可以看得到，嗯，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啊，这么小一个镜子里面呢，有没有这人呢？有没有这个建筑物呢？没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虽见而非有，只是我们看到而已，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没有啊，这是他的比喻啊，这是他的比喻。
然后就是将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我们的阿赖耶识呢，它就像一个啊精子一样的啊，熏习静心见啊，熏习是什么呢？啊，熏习就是熏陶染系啊，熏陶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比如说我们把香枣啊，香枣放在这个香枣的盒子里面的时候啊，然后呢啊，就一个香枣啊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呢把香枣拿走了以后呢，这盒子里面呢还有香味啊，这盒子里面还有香味，那这个叫做熏习啊，熏习，它一个长时间的熏陶以后的一个燃系啊，熏习，这个我们啊，在这个时候怎么理解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阿赖耶识，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啊，熏陶了啊，我执啊，贪嗔痴慢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烦恼啊，然后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执着啊。执着这样子的这个熏陶很长，几万年几百万年几亿年啊，这么长时间当中，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熏陶了，那熏陶了以后呢，它现在啊就是熏陶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熏陶的结果呢，它今天啊就变成了一个啊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精子啊一样啊，然后它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它这个里面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是因为是过去的熏陶啊，所以它现在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就像一个精子，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东西啊，精性见就是我们的心啊，阿赖耶识呢就像一个精子一样。他就可以看到见，就是他就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时节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啊，都跟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长时间的这个熏陶有关系的啊，有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啊，阿赖耶识呢，然后一方面这个佛经里面讲，就是它是一个金子，一面金子一样啊，金子里面我们一看，只要有人看啊，里面会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呢所看到的全部的东西是在这个金子里面是不可能有的，完全是没有的东西，但是啊有这个金子就可以看得到啊。同样的，我们的阿赖耶识啊，他可以这个投射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他就像一个啊，用我们现代的一个比喻的话，他就像我们的这个投影机一样啊，这个投影仪啊，他把各种各样的画面啊就投影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啊，虽然我们可以看啊，但是呢这个屏幕上又没有的啊，没有，这是因为这个投影仪啊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这墙上啊没有这些东西的。但是因为我们啊凡夫不知道，凡夫眼而有眼有耳啊，就是说凡夫人啊，我们凡夫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人叫做凡夫啊，没有真悟的人啊，他们就认为有耳啊，耳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看我们的视觉看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啊看到一个某一个东西啊，这个叫做外境啊，外境，佛教里面这叫做这个索取啊，但是佛教的这些词我们现在是不用啊，有点复杂，就是外境，然后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外境的啊，这个就叫做我们的视觉啊，视觉和广啊，外面的广和我们的视觉啊，这个是两回事啊，我们凡夫人，我们普通的人啊，
我们没有证物的人就把这两个分开啊，分开啊，分开了以后呢，我们以为这个是两个东西啊，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它就是外境啊，跟我的眼睛没有什么关系，它就在外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嗯，然后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视觉去感受啊，这个外面的啊这些物质啊，这物质。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去感受外面的物质的，这叫做我的视觉，我的视觉啊，我的视觉就是属于我，然后这个外面的东西呢，属于外境啊。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东西啊，所以凡夫眼有耳啊，凡夫的人他们认为就是有两个东西啊，我们就会说这就是我们啊，说的是我们啊，我们认为有外面有外境，然后有我的这个视觉啊。同样的，我们认为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呢，声音啊就是外界外境啊，是外面的物质啊，客观存在的，嗯，然后呢，我的听觉啊，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是我自己的感受，它不在外面，它就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呢，这两个我们分得很清楚啊，分得非常清楚，外面的东西跟里面的这个觉受啊，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这么认为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所以凡夫眼有耳啊，我们凡夫就认为这两个都是存在的啊，两个都是不同的啊东西，一直都这么认为啊。那我们凡夫啊，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不知为心见，是故分别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外面的这个啊，世界是我们的心的投影啊，是我们内在的心的投影，这个我们不知道。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不会觉得啊，外面有个物质，里面有我的心，这两个分开，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分开，分得很清楚的。嗯。啊，如果说外面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心，那这个很多人是不会接受啊，不能理解啊，这样子怎么可能是外面的这些世界是我创造的呢？啊，他不会这样子啊理解。所以呢，不知为心见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切都是就是我们的心啊创造的东西。是故分别二，所以我们把两个分得很清楚了啊，外面里面啊，然后就声音视觉光是这个啊，声音和听觉光和这个视觉我们分得清清楚楚的。嗯，是故分别二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都是内心的投影，所以我们分开了，所以我们啊分得很清楚。然后呢，入时至单性啊，如果我们知道啊，外面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啊，它只是我们的心啊，仅仅是我们的心啊，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啊，单性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这外面的所有东西仅仅是我的心，除了以外呢没有啊，就这个意思。如果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呢，分别则不生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分别呢？不会有分别，我们就不会认为啊，我的心啊，我的视觉外面的东西，然后我的听觉外面的声音，不会生这样子的分别啊。如果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投影啊，投影反射啊，外面的所有的东西是我自己的阿赖耶识的翻识出来的东西啊，投影出来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分啊，
不会去分啊，外经啊，这个识觉呀、啊，我们不会这样子分。分别则不生啊，不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啊，不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念啊。就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外面的东西是我的内心的投影，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了啊，分得很清楚，一直都认为啊，这两个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直这么认为的。然后呢姓名啊，姓名魏中中啊，魏中中这个名是什么意思？他的名字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啊，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啊，我们的心又变成了建筑物啊，我们的心又变成了山，又变成了水，又变成了日月星辰啊，山河大地啊，这样子，这个就叫做这个啊，姓名魏中中啊，魏中中就是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物质了，啊，这句话我们也很难理解啊，怎么可能我们的心变成了？这个日月星辰呢啊，这些建筑不就是建筑工人啊一层一层建出来的吗？啊，不就是他们建出来的吗？这个为什么是我们的心呢？啊，这我们更加的这个不能理解了啊。但是啊，这佛经里面就是这么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内容啊，姓名啊，魏中中。它就会显出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形色色的这个时节都是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啊，它有无穷的变化啊，它的这个无穷的变化啊，最后呢我们就迷茫，我们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想法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啊不是，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的一个变化啊，可以这样就像啊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想想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中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东西在当下，在当时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啊，任何一个东西都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啊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接触到的，我们听到的一模一样啊，它的这个真实性啊根本就一点都不低于啊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梦中的这个所有东西，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啊，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各种各样的感受啊，也一点也不低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感受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回头啊，就是去思考一下啊，那梦里面呢我也看到了这个外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啊，然后呢我也有一只眼睛啊，我也有视觉，我的视觉梦里面啊他也看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外面的东西啊，似乎梦里面呢也有一个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主观和客观啊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啊，有我自己的主观，然后也有客观啊，梦里面啊似乎也有这个啊，那么梦里面也看到了这样子，感受到了那实际上梦里面会不会有除了我的这个主观啊意识的这个变化感受以外，会不会有一个客观的这个东西呢啊，这个我们怎么去思考都不会有的啊，梦里面是不会有那、啊、那么梦里面没有，那我们为什么看到了呢啊，那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的变化啊，是我们的意识的变化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为什么变化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呢啊，
就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影响啊，影响，所以他就变化出了这么多东西啊。比如说吸毒的人，吸毒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受到了刺激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啊不存在的东西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意识他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东西的影响。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叫做睡眠啊，睡眠。睡着了以后呢，他就会看见这么多的东西出来了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受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的影响啊？然后就看出来来这个这么多东西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分不清楚了啊。再厉害的这个学者啊，科学家、哲学家，什么家都好啊。这时候呢分不出来，就是这么几千年人类历史上啊，就是争论了这么几千年也没有一个结果啊，没有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分不出来的，到底是梦里面一样啊，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啊，然后就看见了这个利和歪，还是真是有一个利和歪的存在，我们分不清楚的啊。有一个是让我们高度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梦里面啊就有这个现象啊，有一个客观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这我自己很清楚的，没有的啊。醒过来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那么没有主观客观啊这样子的东西啊，但是受到了其他东西的影响的时候，它就显现出啊，跟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的一模一样东西。那现实生活也许是啊这样子的，也有可能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排除啊这个可能性，没办法排除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就不能说因为我明明看见有一个主观和这个客观，那我明明感受到这些这些证据啊，这个时候都不是证据了，都不是证据，因为梦里面这些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啊除了这个以外，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最好的证据来说明啊这个外面和里面的这两个东西是真实的啊，这个我们分不清楚的。所以就是佛教就是说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梦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受到了啊睡眠的影响啊，就变化了无穷，它就变成了变化无穷的东西。然后呢，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意识受到了又受到了另外一个东西的影响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叫做无明啊，叫做无明。受到了这个无明的这个影响，这样子以后呢，它又开始变成了一个变化无穷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就像一个电影的这个放映机或者是投影仪一样啊，然后在我们的面前就展现出各种各样的画面啊，各种各样画面。那它是受到了这个无明的影响，这两个是一样的啊。所以佛教就是将我们的心啊，性名为中众啊，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力能见科见啊，能见和科见啊，能见和科见是什么呢？能见是什么？能见就是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啊，味觉、触觉，还有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就叫做能见啊，去感受外面的东西的这个叫做能见。课见啊，课见就是我们所感受的，比如说眼睛啊，视觉所感受的光啊，听觉所感受的声音啊，这叫做课见啊，叫做课见。离啊，能见课见啊，实际上是没有能见和课见的，就像梦里面一样啊，梦里面
也看到了能见和可见，这两个都有啊。梦里面我们也感觉到我有眼睛呢、啊，也我的眼睛也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到的东西也在外面呢、啊，啊，外面的东西我也看见了啊。那这个梦里面也有啊，但是实际上梦里面是没有能见和可见，这两个是没有的。同样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没有能见和可见啊，没有能见和可见，见相无可见啊。我们似乎就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相，相是什么呢？相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这都叫做相啊，相。佛教讲的有相无相啊，相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见相啊，我们似乎我们看到了这个外面的东西啊，就像梦里面一样看到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啊。见相无可见，比如说梦里面我们也看到啊，也看到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看到啊。梦里面我们也听到了，但实际上是没有听到。然后呢，梦里面我们也想过很多事情啊，我们也想过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没有想过啊。同样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啊，我们以为有一个能见啊，能见就是我的这些觉受啊，可见就是外境外面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我们以为有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二元啊，叫做二元啊，二元论，就觉得精神物质都存在啊，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实际上不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凡夫妄分别啊，凡夫的这个妄念妄想就分别了啊，这个能见和可见啊，实际上呢没有的。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做梦的人啊，他自己的这个妄念，他自己的妄念在这个时候啊，平时我们用的这个妄想妄念啊，这个跟佛教讲的妄想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妄想是啊，胡思乱想啊，啊，就是去想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一些这样子的想法，叫做妄想啊。那这个佛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不真实的啊，这些觉受啊，都叫做妄想啊。这些都是以这个凡夫的这个妄想啊分别出来的，没有，实际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啊。这一章讲了一些这个道理，然后最后的这四句呢，它的结论啊，这是最后的四句是非常重要了啊。善有为妄想啊，善有是什么呢？善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欲界、色界、五色界啊，平时我们讲三界六道啊，三界六道啊，整个的这个六道轮回，全部啊，这个三界或者三有啊里面就包含了啊，这个叫做这个三有啊，为妄想啊，为度啊，为就是为度啊，是一个妄想啊。完全是一个妄想啊，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啊，就是六道轮回，整个的这个六道轮回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啊，我们无数的人的妄想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假虚拟的世界啊，虚拟的世界啊，这个虚拟的世界的啊，实际是创造者啊，是我们无数的人的啊，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的意识。我们的阿赖耶识为什么创造这样子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熏陶啊，燃气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出来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听到的这些都是妄想啊。妄想就是分别念啊，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
平时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妄想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妄想这个字，佛教里面经常都有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词典词汇用的这个妄想的范围就有点小佛教里面的妄想就是范围比较广，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这些观念包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都叫做妄想妄想。那么善有这个六道轮回，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妄念妄想创造出来的一个实境除了妄想妄念以外没有真实的实境，所以善有为妄想外境界事物外面的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外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声音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物质这些都叫做这个外境凡是我们除了我们的主观的以外的这个客观的都叫做外境。外境实物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外境没有外境，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妄念没有。妄想见种种我们的这个妄想，它首先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它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就是三有为妄想，然后呢妄想见种种然后呢由妄想它自己去感受它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他自己首先创造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他自己去感受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就像梦里面一样，梦里面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自己去感受这样子，妄想见种种，凡夫不能止但是这个道理我们凡夫的人是不知道的。凡夫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就是善有为妄想，外境界事物这两句话或者是这个四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佛经里面汉传佛教里面提的也比较多，比如说相由心生相由心生，还有就是玩法为心造等等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佛经讲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证明万法是唯心造万法怎么是唯心造的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让大家一下子就明白理论上是很快就真的知道了，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真的这里面的10%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的视觉，根本不是真实的实际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明白的但是如果不修不修行的话呢知道了以后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不起什么作用，知道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触动很大每一个人有很大的触动但是这个触动过了以后呢还不就是照样的生活还不是照样的去这个工作然后也没有什么反正这个是我们创造的，不是创造都一样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变化只是理论上知道一点而已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就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证明万法唯心造这里面讲的这个楞伽经讲的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物质啊，物质，物质是什么？我们居舍轮降啊，所谓的物质，只不过就是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颜色，它的颜色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形状啊，它的形状，圆形的、四方形的、长方形的、椭圆形的等等，它的这个，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物质了，至少我们看到的宏观世界里面的物质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两个啊，这两个里面啊，这个颜色啊，现在已经是大家都啊学过物理的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啊颜色啊，我们看这个，我好像记得去年我们也讲过，我很多时候也讲过，那我们今天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我们以为啊这个是这个物质的颜色啊，我们以为这朵花啊它是有颜色的啊，紫色的啊，它的颜色是我们以为这个物质本来就是有颜色啊，我们一直这么认为但是物质这朵花是没有颜色的啊，它实际上是没有颜色的啊，那么没有颜色，那它这个颜色从哪里来的呢？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啊大脑里面的一种画面啊，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啊，一直都让我们感觉这个花啊有颜色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衣服啊，每一个人身上的衣服，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有颜色的，但是没有颜色啊。去年我们听过壳的人，我记得去年也讲过，好像讲过这个啊。然后就是这个真的是没有颜色的啊，这个颜色是我们的啊大脑里面产生的啊。但是这个不好理解啊，怎么可能会一朵花怎么可能没有颜色呢？啊，怎么可能我们的衣服没有颜色呢？啊，这就不能理解了啊。但是不能理解也得要理解啊，必须要接受啊，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佛教讲啊，科学也讲啊，科学也讲啊。那么如果说佛教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还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借口，但是呢科学就没办法了吧啊，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没有颜色啊。那没有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是我自己的啊这个大脑啊。但是佛教不会讲大脑，佛教讲啊我们的视觉里面产生的一个视觉效应、视觉效果啊，我们佛教这么讲啊，但是科学家就不会讲大脑里面的画面，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就是没有颜色，不管是佛教讲也好，科学讲，反正它是视觉也好，这个大脑的画面它是没有颜色的啊，这个大家很清楚了啊，就没有颜色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物质世界的一半啊都已经瓦解了啊，我们以为一直都有这个颜色，但是我们现在啊就这个不能不接受了。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到那这个颜色，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啊看到了才有，所以它的颜色是我们的视觉创造出来的啊，它的颜色是我们的视觉创造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也讲啊，实际上就是理实际上就是理能见可见，见相无可见啊。我们以为看到了它的颜色啊，但是没有颜色啊。我们以为看见了它的颜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呢见相啊无可见，当然没有它，因为它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没有颜色啊。然后呢啊，这朵花，这朵花你们大家现在看的时候都有颜色了啊。然后呢我把这个烟花啊放在这个背后的时候呢，从你们的角度来说，这个花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啊。
啊，我可以看得到有颜色，但是你们看不到的时候呢，没有颜色的啊。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是很不好理解了，但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我们见相无可见啊，这样子。然后心状啊，各种各样的心状，那这个更加的容易啊，请大家看这里啊，看这个这个激光壁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点啊，这是它的真实的情况啊，这是一个红色的点，这是它的真实的情况啊。然后我们慢慢的移动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点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一个点，也是它的真实的情况啊。但是如果这个快了以后呢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对，就是一个环形的这个弧光啊，环形的一个弧光啊。这个环形的弧光啊，它实际上有没有呢？没有的，对，真的是没有的。实际上只有这个点啊，没有的。那没有了，为什么？那我们是明明看到了呀，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呢？因为这个跟它的速度有关系啊。快了以后，它的速度快了以后呢，啊，我们的眼睛啊，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去辨别啊，因为它速度快，所以在我们的眼里，它就变成了一个环形的东西，环形的东西。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环形的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以为这里有一个环形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啊，但是实际上啊没有啊。如果我们啊就是所有人啊正在看的时候呢啊，这个光是一个环形的。如果我们这样子正在看这个环形的这个弧光的时候呢，如果你回头，如果所有人都回头啊，不看啊，那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不是环形？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啊，啊，到底是和不是呢？大家笑什么？啊，啊，不是啊，那是什么呢？大家往回看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啊，圈。那回头看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啊，大家必须知道这个道理。这个我们看它的时候和不看它的时候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在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环形的东西。如果我们没人看的时候，这个啊画面上没有这个环形的东西，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视觉啊的一个错觉啊。然后大家都不看了啊，不看了以后当然也没有错觉啊，怎么有错觉呢？没有人看谁错呢啊，没有人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变成啊像这样子的东西呢，这个时候它立即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点啊，立即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点。但是就是正因为有人看啊，所以它是一个环形的啊。如果我们所有人不看的话，它的真实的情况啊，它的真实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点啊，这样子的点。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环形的东西是我们的视觉创造出来的。这个啊，激光壁的这个点，它要变成一个环形的啊光圈，那么必须要我们的视觉要参与啊，我们的视觉参与了以后呢，它才可以变成啊圆形的。
如果我们的视觉不参与，所有人都不看了，那这样子它没有办法变成圆心的，没有办法变成圆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在这个会场然后大家看到周围看一看这个建筑物这些颜色是因为有我们的视觉的参与他们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桌子，这张桌子它是一个长方形，它为什么是长方形呢？我们大家都会说它本来就是做的时候就把它做成长方形了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的参与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如果我们所有人的这个视觉不参与的话呢，它是不是长方形呢？我们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就会说它还是长方形比如说我们把这张桌子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人出去了那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空的这个会场里面的桌子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会说仍然它是长方形，但不是长方形，它不是长方形它不是长方形。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它完全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跟这个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个火光跟这张桌子有什么关系呢？有非常大的关系这张桌子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成分是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视觉，因为它的这张桌子是分子构成的，分子是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然后呢，这个原子核这个原子核就是，比如说一个原子有这么大一栋楼的话然后呢，它的原子核就这么大。就这么小那么其余的呢都是因为这个电子它在这个周边高速运动的时候呢，包括显微镜看它也就是看到的是一个点状的一个颗粒的形状但实际上它再分解的时候再放大的时候呢，没有这样子的东西，这全部是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就在它的轨道上然后转动得很快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肉眼是根本连这个原子都看不到的，然后显微镜看在显微镜下面呢，它也就是变成了一个点状的颗粒状颗粒的形状但实际上它不是颗粒，因为这很多的电子转这个转动很快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点状的，就像一个点那实际上它不是电这里没有一个电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变成了呢？那还需要我们的视觉参与如果视觉不参与的话呢，那没有办法形成它的点状的东西因为点状的东西就跟我们的环形是一样，这个要变成环形必须要有我们的视觉才能够变成环形的然后这个电子很多的电子快速转动的时候呢，只要有我们的比如说视觉参与，然后它就可以变成电状视觉不参与的话，它没办法变成一个电状的然后这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错误，这个里面大部分的成分是我们视觉的这个错觉。然后这么多的原子就是里面有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错觉，它的这个99.99%然后后面加7个9
这个都是我们的错觉，错觉不存在的、不真实的虚幻的空的、空心的，它真实的东西，一个原子里面的真实的东西还不到1%、还不到1%，这样其他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失觉、然后呢这么无数的这个错觉、就无数的错觉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这张桌子、无数的错觉、那我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人的这个失觉都不参与的话，那就这个错误的部分错觉的部分都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这张桌子没有办法变成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所以它的这个形状、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失觉参与了以后、形成的，如果我们的失觉不参与它不会有。所以呢善有未妄想、善有、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是一种妄想、都是一种妄想，都是一种妄想，就是一个错觉、都是一个错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这个错觉、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庞大的错误的错觉的世界里面，虚拟的世界里面可以生活、到死为止很多人都不会发现它是一个错觉、他把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的失觉把这个东西做的真的是天衣无缝、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任何人发现不了、佛发现了、后来呢就是科学发现了，但是呢科学的这些东西用我们佛教的观点去解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科学家也还没有说这个世界是妄想、还没有这么说、但是呢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是我们、是我们的这个错觉、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好理解，大家回去要好好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看到的时候它有颜色、如果我把它放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呢，那它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为什么拉出来有颜色呢、拉出来不就是我们的视觉立即就参与了吗、就是这样，反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参与了、所以这个错觉已经产生了、这样子。然后它的形状也是这样，形状、形状花的这个每一个花瓣、花叶、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视觉参与了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朵花。如果我们的视觉不参与、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朵花、所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想，妄想大家不要理解为我们平时讲的这种妄想，妄想就是分别念错觉、不管是视觉错了听觉错了意识错了都叫做妄想、所以这个善有未妄想，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世界为妄想，宇宙为妄想、这样子都是妄想、就是我们梦里面的宇宙，梦里面的这个、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全部都是梦里面的，都是妄想、那我们现在的也是这样子妄想、这个我们刚才有几个、就是问题下面呢跟大家、就介绍的应该是比较清楚了、这个原子大家、大家都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这张桌子是原子构成的，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然后原子的大部分的这个、成分是我们的失觉错觉，这个也没有办法否定了，这个也不没办法拒绝、那么这个这些都不拒绝的话，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这张桌子就是、一个庞大的、无数的
错觉堆积在一起啊形成的一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失觉啊，实际上是我自己的失觉。所以呢就是讲啊，善有伪妄相啊，这个世界就是除了我们的妄想啊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啊，这是楞伽经讲的，现代科学也在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外面有一个世界，其实是没有的啊，但是目前的这个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境界啊，还有一定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最终他们一定会发现的啊。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科学在物质方面呢研究得非常好，有非常大的突破啊，以后也会有的啊，以后也会有。再突破的话那就跟这个楞伽经讲的一定会是一模一样，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基本的粒子，没有什么这些东西了，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这个跟我们的错觉啊有关系，跟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错觉啊，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这个神啊看到的颜色，然后呢形状。那么它除了颜色形状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颜色是我们的错觉啊，让我们的妄想，然后它的形状也是我们的妄想，那还有什么东西呢？那我们也会想啊，那刚才不是说这个原子里面呢还有一个百分之这个零点几是真实的吗？啊，也不是，这个再分解下去了以后呢也不是，这个也不是真实的啊。那真正的到底有多少个真实的成分，到现在都是说不清楚的啊。佛教早就讲这里没有真实的成分，都是错觉啊。科学家就最后的一点点还没有突破啊，这没有突破，这个也许实验上突破啊，但是要接受这个观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啊，有点点难度。对，这是因为这物质就彻底就没有了，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有点啊有点难啊，但是呢也许这个啊就很快就会啊会突破的啊。不管怎么样佛教就是这么讲啊，所以呢啊有三有伪妄相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啊，这些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今天不再重复了啊。所以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东西，那所有东西除了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以外啊，如果要照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啊，那越往深入观察的时候就越找不到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万法归一啊，万事万物最终就是要归啊，归什么呢？归于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万法归一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简单的说一下，一法归零啊，一法归零啊。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万法归一的一，就是我们的精神啊。一法归零啊，零是什么啊？零就是空心啊，空心，零是空心。万法是这个归一，然后一法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最终啊，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到最后的我们的意识啊，阿赖耶识啊，包括阿赖耶识全部啊都是空心啊，空心。那这个就像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虚空，眼前的这个虚空啊，在大般若经啊里面呢有很多地方啊就用这个虚空来描述我们的内心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就跟这个虚空一样的空心啊。你们很多人都希望听到一个比较高深的法啊，那怎么样听得懂吗？啊，能用得上吗这些高深的法啊？
理论就是这样子啊，对，所以我们的心啊，就跟这个虚空啊一样的这个空性啊，空心，这个叫做一法归零啊，一法归零啊，但是这个我们要慢慢的去感受啊，一步一步的去感受。这个如果真的我们亲身体会到的时候啊，这就叫做用禅宗的话来讲，这个叫做明心见性啊，看到了本来的面目啊。我们哪一天，有一天我们发现啊，这个万法是归一的，一法呢，真的是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虚空一模一样啊，它完全就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啊。这个感受到的时候呢啊，哪一天是我们真悟的时候了啊，哪一天就是我们感受到明心见性啊，看见或者是我们感受到本来面目的一天啊，时候啊，也是我们证悟大圆满的时候啊，也是我们证悟这个大手印的时候啊，这一天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就说不清楚的，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努力啊、用功、精进啊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不清楚，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又怎么样呢？啊，发现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这些执着啊，我们的这些这个贪嗔痴啊，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烦恼啊，所有都是无中生有啊，都是无中生有，都跟梦里面的都一模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烦恼从本质上啊就解决了。从今以后呢啊，我们的烦恼就是再也啊起不来啊，再也起不来，因为它的本质上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啊。然后这个烦恼再也起不来啊，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烦恼，也立即就会消失的啊。这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就在湿地上啊，比如说满地都是湿的啊，刚刚下了雨啊，湿的，然后在这个湿地上啊，燃烧火，比如说有一根木头或者有一张枝燃烧，那燃烧的很快，但是立即啊，这个火就会熄灭，因为周边都是湿的啊，所以它不会啊，不会就把其他东西点燃啊。就是这样子，烦恼有些时候偶尔就会有烦恼啊，但是这个烦恼啊还没有来得及啊，就比如说打人骂人这样子啊，那立即烦恼就不存在啊，就像流星一样啊，产生的时候就消失啊，最后呢也不会产生烦恼。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收获啊，烦恼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特别的着急啊，是为什么着急呢？就像这个道理啊，想告诉所有的人啊，所有人，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啊，就像我过去一样，这么的执着，这么的煎熬啊，这么痛苦啊，就是因为没有发现这个道理啊。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个道理的话，那就很轻松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啊，就是发现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证悟空性以后，加倍的增长这个菩提心和慈悲心啊。大乘佛教里面大家看到过吧？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啊，原理就这样。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啊，同一件啊，屋里睡着了，大家都做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噩梦啊。然后一个人啊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他发现啊，这个都是啊在做梦啊，不是真实的。但是他左右一看，这些人还在这个挣扎啊，还在做这个梦啊。然后他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挣扎，就是因为做这个我刚才做的这种梦噩梦啊。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啊悲悯啊，他特别的着急啊，
就欢心啊这些人啊，一定要让这些人快速的从这个梦里啊醒过来，然后他一定会过去啊欢心这些人啊，这个就是佛啊度众生啊，这叫做度众生。我们的菩提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菩提心的最后结果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佛的话啊，就是要学这些法，非常重要啊。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讲了理论上很简单啊，我们啊万法就是归一了，这个比较容易简单的，其实也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呢最终还是勉强我们可以接受了啊，很多时候也不能不接受，我们也可以没话说了啊。但是依法归零啊，这个确实是难，那依法归零是这么一个细微的这么深奥的东西啊，难啊，但是这个就是有办法的啊。唯一的办法呢，我们把基础做好，四加行、五加行啊，全部做好，出离行、菩提行啊，最后呢还是回到最基础了啊。所以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快捷的路了啊，只有回来啊，然后就把这个出离行、菩提行全部修完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无加行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啊，忏悔自己的罪过啊，然后呢，通过这个曼叉罗的修法啊，积累福报啊，积累福报，把所有的违缘迁除了，所有的损缘也就具备了啊，然后呢，修上师瑜伽，祈祷上师啊，通过上师的加持，全部的这个因缘都具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一天啊，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嗯，就恍然大悟哦。这个听起来很好听的。但是要做起来的话，还是要回到四加行、五加行，要磕大礼拜啊，这些很枯燥的这些，这个功课要去做。这些很枯燥的这些功课的后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修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了。这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万法啊，这个归一。依法归零啊，那这个就是最后我们修大圆满、修禅宗啊，还有就是修大受印的时候，就这两个要点啊。首先要知道万事万物是我自己的内心的变化，首先要确定，然后呢，就是创造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而且把它创造的这么好的这个创造者啊。住在这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然后往回一看的时候呢，原来什么也没有啊，就是这个啊，这叫做依法归零啊，这叫做证悟空性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就从此以后啊，彻底的解决了我们的生生死死的问题。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也可以帮助啊，可以了脱无数的人的这个生死，可以让无数的人了脱生死啊。这个，然后呢，我们走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带走的啊。我们证悟的这个见解可以带走的，我们赚的钱带不走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带走的啊。所以这个是最有意义，希望大家努力啊，希望大家努力，我们学佛非常的这个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发更多的，就是为了发财啊，烧香烧头香烧高香这真的是很可惜的啊，希望大家努力。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然后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顶礼上师，请问上师，既然凡夫的所见所闻都是错觉，那么我们修法也不是错觉了吗？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到底我们凡夫人最终是怎么样成佛的？是的，我们这个我们平时讲空性的时候呢，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前几天也讲过，把世俗第一和生以地啊这两个要分清楚啊。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很容易给大家讲一个很清楚的比喻，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做梦然后梦里面我们几个人来到了一起来到了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告诉我我们现在在做梦我们现在在做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东西全部是假的，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所以我们想个办法，我们大家都从梦里面醒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说，如果这些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这个也是不对吧？我们如果这些都是假的话，那谁从梦里面醒过来的什么人从梦里面醒过来呢？那这些都是假的，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梦那没有做过梦，我们谁从梦里面醒过来呢？他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实都是虚假的，都是假的，我们所以我们要这个证悟，要成佛，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些人会说，那我们既然大家都是假的，都不存在，那我们谁成佛呢怎么样成？难道学佛也是假的吗？他就会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梦里面的人他就会给他回答我们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分开讲从我们现在的梦的角度讲当然有你有我，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我们在说话，当然有了但是呢，有一天我们醒过来，有一个这么一天这一天我们会发现，从原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原来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话从来也没有这个做过梦他会这样子分开讲就是一样的，我们把世俗地和生意地分开以后然后我们讲从世俗的角度讲有我们大家然后呢也有其他的众生，我们也可以学佛，也可以修心，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修心，总有一天我们会证悟都这样子。然后从证悟，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也没有人学佛了，也没有人解脱，谁也没有轮回过，是这样子但这两个分开讲是比较好，容易理解。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这个佛教里面叫做世俗谛和圣义谛从世俗谛的角度讲，有人学佛，有人修心，有人成佛都有，都存在。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讲，没有人学佛，没有人成佛，没有，从来也没有过，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梦和醒过来以后的情况一样的。请教上师，金刚萨多四力要求是要回忆起过去造作的罪业来忏悔但是呢，用空性来忏悔呢，是要求不执着，因为罪性本空，所以请问如何圆融这两个方面？那么金刚萨多这个这里说金刚萨多修法如何结合空性来修金刚萨多的这个修法就也可以跟空性一起修，这个时候如幻如蒙的修也可以但也不需要这个一定要跟空性连在一起修金刚萨多的时候呢，修的时候呢就需要四个对治力就可以有这个具备四个对治力就可以了，已经很圆满另外一个这个空心证悟空心是一个最好的最好的这个清净罪业的一个方法但是它不是通过金刚萨多的时候的这种方法证悟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满屋子都是黑暗的时候把这个灯的开关一开然后这个黑暗它立即就没有了就像我们证悟的时候
把所有的无明、所有的这个罪过啊，一下子啊就全部会消失的，所以也就不需要去回忆啊、后悔啊，这些都不需要。这两个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方法不需要在一起。顶礼上师，如果一张桌子当没有视觉参与的时候，没有错觉，也没有形状，可是如果一个没有视觉的盲人去触摸时，他摸到的还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吗？是的，他摸到的就是一个他的触觉啊，他的触觉呢，因为这个桌子的这个，比如说他不说桌子，比如说一支笔啊，然后他放在他的手里的时候呢，他可以感觉到是一个圆心的，但是这是他的这个触觉，他的触觉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视觉啊，我们以为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五个感官啊都长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他的所有的信息最后就放在一起啊，一起来看，我看到的也是他。我听到的也是他啊，我接触到的也是他，我们是怎么认为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这盲人他接触到的这个笔啊，圆心的，这个是他的触觉是有的啊。但是呢，他看见的这部分，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看到，所以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样子。请问上师，既然万法唯心照，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想造成什么样的世界就造成什么样呢？万法唯心造的意思就不是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理解啊，这样子理解以后就太简单了。万法唯心造，但是呢，造出来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自然的规律啊，所以它还是要跟着这个规律走的啊，并不是说它像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是不能像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个是不能说明它不是唯心造。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一些东西呢，也不能像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它是唯心造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唯心造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像现在我把它变成什么就是变成什么，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投影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刚才已经讲过了，有一个熏习就是熏陶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呢，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也就形成了一个规律一个规律。这个规律虽然它是新造的，但是新造的东西它也可以有这样子的规律，所以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如果我们大作修行好的话，最后有些时候呢，有些东西呢也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人的意识，把一个金属的东西弯来弯去等等，也是可以的。请教上师，您在台湾的开示中讲到，佛经中说这个世界就像旋火轮一样，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当我们触摸方向盘的时候会感觉如此的真实存在？这个是我们的习气吗？这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方向盘的这种触觉手里的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们有眼睛的人或者是当他有眼睛的时候看到了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圆心的东西，然后他把它这个就叫做圆心的那么后来呢，所有人就是触摸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说这个是圆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触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触觉不参与的话，那么他这个感觉到的也不是我们看到的一样的东西。这个如果他的触觉不参与不参与的话，那他的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圆心呢，或者是这个长方形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钟放在手心上我触觉到的是一个四方形的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手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凉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这个位置是一个这个四方心的啊，但是这是因为我的触觉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呢它就是啊变成一个四方形，如果我这个不参与的话呢它也不能变成四方形。方向盘也是一样，一支笔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啊，比如说这个这张桌子啊，它的这个原子啊，然后它的原子的这个排列也有一定的啊规律，那么这个规律上面再加上我的视觉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长方形。然后呢我把手啊，我的触觉参与的时候呢，它也就变成了一个啊感觉，就是一个四方形或者是一个圆心的，但是这些里面如果我的触觉不参与的话啊，那就根本就不能成为四方形、圆心都不能成为，所以这个是不能用触觉来证明这个视觉是真实的，也不能这个用视觉来证明这个触觉是真实，谁也不能证明谁是真实的，两个都需要参与啊，我们的这个意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觉受才能够变成这个物质的形状，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上师，既然每一个念头都不是我，那所谓的我是否只是一堆念头而已？当这些念头一一消灭，是否就是相似的证悟了无我呢？证悟什么？无我。哦。理论上啊，我们可以讲证悟有很多种证悟。平时我们讲的证悟呢，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亲身的体会，叫做这个证悟啊，这个是真正的证悟。然后理论上啊，我们明白了这个没有我，这个也叫佛经里面讲，这个也可以叫证悟啊。但是这个证悟是光仪的证悟啊，狭义的证悟呢啊，真正的这个体会到了才算是这个证悟啊。那所以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前几天讲的这样子的方式啊，去观察，最后特别特别清楚的发现哦，这个原来这个一个一个念头消失的时候啊，每一个这个念头上面啊，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这么多的念头，它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我啊。这个理论上发现的时候呢，也可以叫做这个证悟，但是这个证悟是不是我们平时讲的证悟？这个证悟没有太大的作用啊。所以真正的证悟是要体会，亲身体会了以后呢，才叫做证悟。请问上师，外道讲的空性是和佛教讲的空性有什么不同吗？外道里面，比如说像印度教里面的这个空性，就是有佛在的时候就有一些讲一些空性啊。后来呢，比如说13世纪以后啊，然后又佛教的很多东西也就被这个印度教啊拿去用了啊。后来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混乱。但是啊，有一个是什么？就所有的外道啊，所有外道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这个自我哦，它是不空的，它是真实的啊。那佛教里面呢，就是讲没有一个自我啊，所有东西都是万事万物都是空的啊，就有这个区别。外道的这个空呢，就是说自我存在，然后在自我的这个东西上啊，一些虚假的东西呢是不存在，但是自我存在，就是这样，它一部分存一部分不空。那佛教就不是这样，佛教讲万事万物都是空心，就是主要是这个差别。请问上师，
既然外界都是新的虚妄的变现，那又如何解释众生的共业呢？众生心和心之间会相互影响吗？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就是因为外界不存在，所以就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业创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两个不矛盾呢。外界不存，正因为外界不存在，所以我们的共业可以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这两个是没有什么矛盾的。请问上师，既然前一刹那的我不是后一刹那的我，那前面的我造的业，后面的我要承受，这样是怎么连贯起来的呢？实际上这个潜意识的这个，比如说杀生或者是心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把这个能量一直都传递到最后的时候就成熟了啊。实际上是阿赖耶识的一分钟一秒钟传递下去以外没有什么啊，但是我们以为在这个无数的这个生生灭灭的阿赖耶识上面，我们自己意识，我们的意识啊，就架了一个自我，然后我们认为这是自我在造业，自我在受罪啊。实际上是阿赖耶识上面传递，阿赖耶识传递，最后就是我们的无蕴啊，就感受到了这些痛苦。实际上感受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自我啊，所以这两个呢，不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我造业，我受，这是自作自受。但是观察了以后呢，实际上都是一样。除了这个阿赖耶识，无数的这个啊瞬间啊的这个阿赖耶识，传递的信息啊，这个罪业以外呢，也没有什么自我。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自我。但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无数的这个瞬间这个上面啊，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加进去啊，这叫做我自我啊。请问上师，为何说外在所见的物质是受无明的影响，而不是受因缘的影响呢？受什么的影响？为什么说外面所见到的这个世界物质是受无明的影响，而不是说受因缘的影响？这个是一个意思啊，我们外面的这个世界，它自己，比如说一朵花啊，要这个生长，那它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再往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客观的因素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后就是发现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无明创造。为什么无明创造？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这朵花的种子和它，包括它自己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眼前啊，它出现以这样子的心识啊出现，那是我们的错觉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宣火轮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叫做宣火轮啊，佛教里面叫做宣火轮，旋转的火啊，旋火轮啊，就是无数个旋火轮啊，构成了这朵花和它的种子啊。那么旋火轮是我们的错觉啊，所以叫做无明。它的根源是无明创造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根源之外啊，那它也需要有这个种子，需要有土壤啊，湿度、温度都需要。但是这些湿度啊、温度啊、土壤啊，这都离不开这个旋火轮啊，所以呢，它的根就是无明创造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上师，您在课中提到，是我们自己定义了这个事物的形状，比方说花的颜色等等。那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这个花最后都定义成了紫色呢？而不是每个人显现的颜色都不同呢？对，显现的颜色不同的也有的啊，有些人看到的不是红色的，这个有的啊，人类当中也会有的。然后不同的生命啊，不同的众生，有些动物
他看他的用他的眼睛看这个，跟我们的看是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比如说七十亿人，看这个啊，那基本上一样。原因是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构啊，都是一样啊，我们的眼睛的结构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我们的眼睛的结构为什么是一样呢？然后就刚才讲到这个熏习啊，长时间的这个熏陶染洗，就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就造了一个同样的啊，我们的阿赖耶识是有一个同样的东西熏陶了啊，熏陶了以后呢，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显现出来的东西是同样的、相同的东西。这个叫做工业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华看到什么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谢谢上师。请上师带领我们做回向。我们是准备了普贤行愿品，不知道上师时间您看是不是方便。我们只如果时间太晚的话，有些人回家可能也有些不方便吧。我们做简单的回向啊，主要是我们的心是最重要了啊。那我们现在回想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回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全部的内容，它的精华啊，拿来做回想啊。那这个是它的精华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啊，过去的佛菩萨他们如何回向啊，他们的功德；现在和未来的佛菩萨他们怎么回向他们的功德，我们也向过去、现在、未来的佛菩萨学习啊，他们怎么回向我们就怎么回向啊。这样子回向的话，那这个等于就是整个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回向，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啊，我们这几天啊，大家也就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的啊。然后呢，这个功德以这个功德为主，还有过去的、未来的全部的功德啊，就汇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希望啊，我们把这个功德啊，就是分享给所有众生。然后呢，我们啊，希望以我们的功德，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暂时可以健康快乐，然后很快就能够这个解脱成佛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来做回向。Sonam dayi tamsha zumba nye tole ni be jana panche tirga nan che wa long chu pai chibin zho lin chu a chu a shu om a om ban zan gur ban ma se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